前趋势科技台湾总经理邱立全，从事软体产业多年，辗转接触到 3D 列印，发现市场上销售出去的 3D 列印机台很多原封不动的直接卖入二手市场，各种原因是缺乏 3D 图档可以列印。这点微妙的观察启动邱立全打造亚洲 3D 模型市集的野心，因此创业成立启云科技公司，先后推出了 3D 拍拍及 3D 公仔印两款 APP。 邱立全举例，一个 3D 公仔看起来好像没什么大不了，但以前光是建模型就要花上一个月，非常消耗运算资源。启云利用云端运算，手机拍照上传云端，十秒钟就搞定。启云科技执行长邱立全表示，过去消费者想要为自己或朋友制作个人专属的公仔模型，必须亲自前往特定店面，甚至还得充当人体模特儿，维持40分钟不动进行全身扫描，才能得到个人专属的 3D 立体公仔，既麻烦又耗时。现在透过 3D 公仔印，只要有智慧型手机，任何人都可以轻松制作手感绝佳的 Q 版 3D 公仔。启云科技公司让 3D 公仔印的成品踏入世界一流的水准，